沈天，这里有家口红店，快进去看看吧。哦，这个好看，这个也好看，好纠结啊！沈天，你快帮我选选哪个好看？这些不都是一个颜色吗？怎么可能一样呢？这个是樱桃色，这个是姨妈色，这个是豆沙色。樱桃。好像还真有樱桃味儿。就樱桃色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樱桃色比较甜。老板，给我来两只这个樱桃色。